这是我们的发动机的散热器水箱啊，起到一个给发动机散热的一个作用。这是我们的整个设备的一个润滑系统，润滑泵啊，给这个整个设备的一个润滑作用。这是我们的电风柜啊，看一下，是我们电风柜。这是那个滚轮，控制这个料斗的，控制料斗转速的滚轮。这是我们滚轮的齿轮泵动力系统，这个料斗转动就是靠这个滚轮来转动，那个齿轮泵来带动的，这是一个齿轮泵啊。这个是我们的摆缸，输送用的一个摆缸，控制这个料斗里面 S 管摆动的，靠这个摆缸来运作。这个就是我们的搅拌轴啊，搅拌轴，这个是输送泵的料斗，这是输送泵料斗。这是搅拌马达，或者是这个搅拌运转的那个搅拌液压马达啊，搅拌液压马达。这个就是跟那边那个对称的啊，两个一样的一个齿轮泵带动这个滚轮转动的，带动我们的滑轮，那个滚轮控制它的那个滑滑的。这个是控制这个搅拌的，控制里面这个搅拌的。这个是正转、停止、反转。这个东西是这么控制这个里面那个搅拌的，这个是一个散热输送泵的散热，跟前面那个散热器是不一样的啊。这个是控制输送泵的油温的，液压油油温散热的一个功能设置的。这是我们一个电子方向盘，这个齿轮泵的压力的，这个提升斗的齿轮泵压力的电子阀。这个是齿轮泵，齿轮泵的压力也是提供给第一个齿轮泵是控制你那个搅拌的料斗里面搅拌的一个功能的。这个是主轴泵啊，主轴泵是控制这个泵送系统的压力。这里面就是发动机了，这是我们的一个提升料斗啊，上料系统上下可以的用遥控器控制。这是托运桥啊，可以用小装载机铲车挂在后面，然后直接拖着走的。这是我们的出料口啊，接泵管的180的出料口。